3月4日，河北保定。据芒果都市报道，有网友爆料，保定学院一书法教室天花板上挂了几十个摄像头，学生吐槽上课太有压迫感。这属于专业专用教室，上课的时候不开，只有考试的时候那个才会用的。比如说考这个书法的研究生，或者画画类的，还能够确认。